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联 Windows， 我是王元廷。今日要向大家报告的是，促转条例转不动吗？啊，咱拢知影十二月初十是世界人权日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拄啊好立法院吼，伫、哦、个世界人权日的前一天，吼、哦，来通过大家个人吼、哦、期盼已久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，吼、哦。咱改简称讲哦，这促转条例吼，啊，促转条例完成这伫个世界人权日的前一天来完成这个立法吼，当然是真有意义啊，吼，真有意义啊。啊，但是吼，我看这两天吼，这两三天的媒体吼，啊，这转型条例不过嘛是通过呢，还要未实施哦，总统还未公布施行哦。啊，我看这个执政党啊，吼，民进党啊，吼，诶，感觉这个条例通过吼。伊煞唯唯诺诺呢，吼、哦，甲即个咱即个进程吼，因伫咧面对即个同婚合法化，啊，即、這个公投法也好，还是一立一修也好吼，同款，民进党互人感觉敢若进退失据，啊，通过了后煞感觉敢若做毋着代志个，敢若伊做毋着代志同款，啊，若国民党搁啊莫讲啊吼，国民党同款是执迷不悟啦，吼、哦，毫无悔意啦。甚至吼，还阁有人放声吼，磨刀霍霍吼，讲要这转型条例过了吼，才要开始甲民进党扯平，吼，啊，看起来是就是要制造分裂，甲政党恶斗要阁较严重的，吼，啊来逼，啊民进党敢若做毋着代志的囡仔，就对我安尼形容啦吼，啊，这甲促转条例吼，都无关系咧，促转条例立法的目的是讲啥？伊讲伊要促进转型正义。啊，要落实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呢？啊，要促进转型正义，落实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，民进党敢那都爱为着安尼都爱敢那做错事的小孩，敢那是唔免啊？啊，要促进转型正义，要落实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，啊，国民党是咧反对啥？啊，这个反吼。都也未开始要实施，才通过两天个尔吼，都差不多是安尼个时阵吼，即、這个气氛变安尼个时阵吼，都会予人足担心讲，即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吼，转不动。啊，若促进转型正义转不动吼，啊，咱立即个话要创啥？吼，啊，我安尼担心吼，毋是讲无根据哦，咱好好来甲看促进。转型正义条例，我头阵啊讲伊第一条的立法精神，吼、哦，是讲要促进转型正义，落实自由民主宪政。这第一条立法，第二条内底伊就讲啊，伊讲伊有五个目的啊，吼、哦，伊要立法要做五件代志。第一个就是讲啥，伊下骹设一个这转型正义委员会，伊要做啥？开放政治档案，就是讲较早有真侪这个乌的政治档案，拢唔敢互看，拢保密嘛，要甲开放，互大家有法度去查历史嘛。第二，伊讲要清除威权的象征，啊，要保存不义的遗址，吼，比如讲较早关去共关犯人歪所在，爱开放，爱甲保存起来啊，吼，啊，这个威权的象征，吼，比如讲这个蒋介石的铜像啊，吼，这款物件，吼，啊，这个遗像啊，等等，这爱处理嘛。啊，第三是啥？就是讲较早司法有对人不公平的所在，爱予人。平凡嘛，爱讲平凡，啊，还原这个历史的真相，甲我都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嘛。啊，第四项就是讲要处理不当当产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要甲运用。啊，当然，咱即马一个不当当产条例，甲一个不当当产委员会已经伫咧进行中啦，吼、哦，进行中。啊，第五项甲讲其他转型正义，啊，有这五项的这个立法要做的代志。啊，除了我甲看除了第五项，或者其他以外，这个概括条款嘛。另外四项清清楚楚啊，都拢真具体啊，哦，规定足具体啊。啊是安怎，不管执政党也好，反对党也好，拢要甲扭曲，讲啊，这个法律吼有啥物问题，有啥物问题，拢咧讲伊，你着立法通过，啊，才咧讲啊，遮毋好，遐毋好，遮有问题，啊是安怎，你咧立法迄阵，你毋想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会互人怀疑讲吼，都未前未要做吼。哦你就若敢那无想要好好啊，甲做，这个转型正义条例，哦，啊，转型正义条例第五条，其实我即摆比如讲，这个清除这个威权象征来讲，伫第五条内底就讲，出现于公共建筑
或场所之纪念，或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哦，干那象征尔，都爱干啥？移除、改名啊，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啊，当重要都是移除甲改名嘛。哦，这第五条安尼毋是足具体、足具体、足明确。结果退伍会主委李祥硕姐就出来讲啥呢？伊讲哦，伊讲成立退伍会照顾农民是蒋中正当年的基石啦。啊，从服务照顾的角度出发，吼，要缅怀当年这指标性的纪念人物，吼，是有必要爱甲保存的，对啦，有必要啦。啊，农民吼以这样一个指标来接受退伍会的服务，吼，是互动的共识啊。所以也结论是啥？注意听哦，结论讲农家的蒋公铜像啊，吼，照片啊，吼，啊，搁多纪念设施等等啊，吼，伊是袂因为这个蒋神正义条例通过，吼，伊就要甲拆除了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摆明讲，你这个法律吼，我就是无要甲你遵守啦。虽然我是退伍会主委，我是一个部长，我就是无要照你这个法律来做。我看你民进党执政的民进党会当对我安怎？甲你挑拣就对啦，先甲你泼冷水就对啦。哦，好，过来，咱来讲该校名啦。这个较好，老实讲哦，学校该校名哦，其实没啥物法律呢。万变什么转型正义条例呢？迄是讲只啊，搁加规定一届安尼尔啦。无我随便讲啊，咱台湾最近五年来吼，至少有50间的学校改名过啦，至少有50间。啊，迄当时无转型正义条例，也毋是拢改过。哦，敢若台北商专最近3年，变做台北科技大学、台北商业大学，改3届啊，都改3届啊。结果其实免这个法律，就改这个法律是加规定的呢。结果安怎？结果教育部长怎说？教育部长说吼，将依法以各级学校吼，甲地方政府来延除啦，延除就是叫做研究处理。法律甲你规定咯，你也搁咧研究处理哦。教育部长哦，民进党执政党的教育部长哦，东正大学主任秘书说吼，尊重各界的想法。你咧讲什么笑话？法律已经规定啊，太清楚啊，你要尊重各界的想法啊，尊重各界的想法就不爱做意思。哦，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佫较干脆，伊讲哦，伊否认讲以中正命名的场域吼都要大改名，伊是规气甲你否认啦，讲无要改啦，佫讲啥？哦，啊，我即摆意思是讲吼，改名吼本来免转型正义条例嘛会使改呢，其实嘛过去嘛改真侪咯呢。啊，这改名其实是毋是转型正义处理要处理同简单的问题？嫌这同简单的问题吼，都只只三推四推，都只只推推拖拖。执政党，我即摆讲的是执政党的哦。啊，你立这个法要创啥？啊，要搁延除一个，啊，要搁尊重社会各界的意见，啊，甚至行政的发言人否认讲无要改啦。啊，安尼咱通过这个法都要创啥？啊，不过来咱卖讲改中正这个名啦吼，讲校名。咱即摆来讲呀，来讲路名好啊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该行政区嘛。结果较好，台中市长的林佳龙讲，伊是配合中央尔啦，啊嘛都要了解吼，各政府机关才阁决定啦。我了解才来决定啦。彰化县长魏明古讲呀，讲伊都要阁听民意啦。啊，你立法通过，毋是民意啊，无是啥？立法院毋是民意的展现哟。立法院通过，毋是民意的展现，啊，无是啥？云林县长李进良讲啥？讲等中央政府指示啦，法律有甲你规定，你着搁等指示哦。你法律都已经规定好了，你要搁等中央指示啥？好，高雄市甲台南市吼，搁较干脆，伊直接甲赖清德院长谢翠佩啦，伊讲现在没有改名计划了，啊，伊甲李祥硕同款啦，直接甲你呛。哦，啊，我请问，啊，若安尼咱转型正义条例通过要创啥？我讲白啦，人吴志强伫咧做台中市长的时阵，甲台中市通大条一条路，中港路改做台湾大道，有够够有啥物法律？够有啥物法律？无嘛改去啊！啊，迄当时够有人讲啊，安尼扰民，迄路牌路名，逐项拢爱改安尼扰民。无啊，无人讲有扰民，啊讲啊，迄中港路改做台湾大道，开真侪钱。啊有无？有人讲无？啊无啊，毋是改去，对毋对？我话讲倒转来啊，咱台北市，阮即摆咱即摆即个所在地啊，叫做中正区啊。你知影中正区较早有啥物区哦？
较早叫城中区啦。啊，城中区甲改做中正区，我问你啦，啊，敢有啥物法律？啊，迄阵改安尼，有人讲啊，安尼开钱也毋好啊，你要死较紧啊，你讲看卖啊。啊，讲安尼扰民有无？迄阵有人讲安尼扰民无？你讲看卖啊，要掠伊关较紧啊。吼，啊，我即摆咧讲即个民进党诶啦，啊，无咱过来看国民党诶。国民党诶，老实讲，因即个是一寡威权体制诶残余势力尔啦。啊，跩人讲啥？跩人吼，伊吼，伊从内心里面，伊就无感觉因较早有做毋着代志嘛。啊，伊无感觉伊有做毋着，当然无想要认错啊。啊，伊无想要认错，因哪会着甲你和解？哪有啥物和解？嘛无啊。啊，因诶想法就是讲吼，因较早你共迫害国民党，你共迫害吼，迄黑心官吼。伊即摆我来幻想，惊讲啊，即转型正义条例过去吼，是毋是人我来要像伊较早咧对待别人安尼，较乌心来甲对待啦。啊，所以负隅顽抗。啊，所以即摆讲啥？讲啊，恁即转型正义条例吼，就是政治追杀啦，白色恐怖啦。啊，讲即甲中国个迄个文化大革命共款啦。吼，啊，讲小英个政府就是一个明显的独裁政体啦。嗯，爱喊呱呱咯。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就有人讲啦，讲你即摆啦，路名改啦，校名改啦，吼，安尼人毕业证书也着爱改啦，身份证也着爱改啦，迄落户口嘛着爱改，门牌嘛着爱改，车头的十名嘛着爱改，哇，安尼爱开真侪钱啦，啊，搁足劳民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人讲哦，哇，中央银行的人甲讲的哦，中央银行的人讲，哇，安尼钱面顶哦，不管咱咧纸钞啊、铜币面顶啊，拢有蒋介石嘛，吼、哦。伊讲吼，迄若收回吼，佫改吼，伊讲迄号做成本难以估计啦。你听会落袂？法律都已经通过咯，你咧讲这個，啊！你当初时白色恐怖时期，你共杀人，共掠去关，共人老百姓的财产共没收，政府的财产共摕去做东山，偌侪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、孤苦无依，偌侪囡仔孤苦。啊！你迄阵啊，有人因恁遮人有跳出来讲，啊，这扰民，这对人民造成伤害，啊，这开国家开真侪钱，无啊，无啊，咱随便讲啦，过去几年来，啊，咱中正机场毋是甲改做桃园机场，啊，有人讲开伤侪钱扰民无，咱县市合并六都啦，甲县市合并做六都。户籍有改无？身份证有改无？户名有改无？规个拢嘛爱改啊！车站爱改无？名爱改啊！迄个较迄规模搁较大，迄有人讲了下侪钱劳民无？嘛无啊！当审案的时阵，迄该搁较侪，省政府无去该搁较侪。哦，搁较卖讲啥物？咱最近这啥物造风案、庆富案的这跩弊案吼、哦，政府开去的钱啦。啊，啥物即摆咧改一个？中正学校的名称跟路牌名称都在有问题，都在钱开真多，哦，啊，都在会扰民，这讲袂过嘛？我讲白啊，德国转型正义做了，咱即马全世界看做了同成功的嘛。德国伫个刑法86条讲啊，传播跩物件跩甲希特勒有关系，包括旗帜、徽章、制服、标语、口号、问候礼。规个拢有做呢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，刑法86条，130条国讲啥？讲你若赞同纳粹的行为，否认纳粹的这个纳粹的这个罪的人哦，嘛是有煽动罪，嘛是五年的有期徒刑哦。佫有一个反纳粹佮反刑事犯罪法内底哦，佫有讲吼，你若使用纳粹各种元素的形象的了，形象哦，歹势。煽动罪，同款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啊，有人讲德国是咧文化大革命无？有人讲德国即马白色恐怖无？有人讲因即马是伫咧政治追杀无？无嘛，对不对？无嘛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跩国民党诶，即个残余分子吼，摕跩物件吼来咧做即个借口吼，就是伊对即个转型正义条例吼。抵死不从啊！伊就无想要认罪就对啦，无想要认罪啦。啊，咱是讲啊，转型正义的国家嘛，毋是偌遐明个。除了我头阵啊讲德国以后，南非、西班牙、
智利，甚至苏联，甚至东欧真侪国家共产国家，伫个民主化了，因拢有做转型正义的这个工课啊。啊，嘛无人讲因有问题。你即摆伫德国，敢会看到希特勒的塑像、纪念馆、雕像，还是希特勒大学、希特勒中学？无嘛。哦，啊，咱常常伫咧讲转型正义，就是为着要宽恕、和解、真相，啊，要道歉，啊，大家爱包容，这讲起来真简单啦。这本来就是爱付出代价啊，爱开钱就爱开钱啊，爱麻烦就爱麻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常常法律有一句话咧讲嘛，讲土法不足以自省，就是讲你敢若有法律，你袂家己行啦。你法律立好以后，立法了吼，原来是爱大家合作、甲推动、啊、甲执行，哦，啊，若无吼。这个转型正义吼，嘛是转不动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土法不足以自省，吼、哦、啊，我今仔日这个题目，甲大家报告到这为止，感谢大家。